事情已了，来日再会。
果然有慧根，放松些，这里可没有假道场的絮絮叨叨、打打杀杀。哦，好瓜熟了。 尝尝，可别瞧不上这卦。当年孙悟空就是用它炸了我那小童。来，近前来。既然寻到这里。 有一样，他俩都不会的本事，我可传授于你。手。嘿。进字法，不杀敌，只克己，妙用何在？ 你自会明白。有位孙悟空的故人来找过我，说想清静清静，我便送他去了浮屠塔。你可曾拜会？都说你是天命人，可这命若由了天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